网上流传最广的就是王宝强和熊乃瑾已经缘定三生，有关他们俩的绯闻那叫一个有鼻子有眼，糕点娱乐摄影师也有些信以为真。近日摄影师发现了熊乃瑾的踪迹，北京丽都深夜12点，熊乃瑾的爱车停在某温泉洗浴店的门口泡温泉，满怀期待的摄影师守候在门口，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午夜12点半，熊乃瑾终于出来了。可是摄影师定睛一看，他身边的男人可是和王宝强没有一点相像，这海拔这颜值，宝强大哥见了只能甘拜下风。熊乃瑾依偎在这位帅哥身上甜蜜地往前走，画面怎叫一个虐狗。随后两个人上了车直奔熊乃瑾的家中，两人进了小区，在楼梯间等待着电梯。进了电梯后，熊乃瑾犹如美女蛇般马上伸出双手缠住了帅哥的腰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